We got history. Got me feeling the nostalgia when you look at me. Thinking about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. 颁奖仪式上，很多人都好奇武大靖身边的两个混血帅哥是谁，他们就是在中国拥有超高人气的刘少林、刘少昂兄弟。哥俩对着镜头放起电来，一般人都招架不住，但一开口就来到了天津卫呀，妈呀，没学会呀，我学会了开汽车呀，压死了二百多，警察来找我呀，吓了我一哆嗦，我连滚带爬，我卷到了后座。选择了耗子窝，可以说点，就是感觉干啥呢？还有这些东西挺好玩的。烧茄子是东北的吗？应该是东北的。那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的烧茄子。你觉得今天武大靖的表演怎么样？他给我吓一跳，武大靖上去就太快了，我刚才跟不上，所以非常他非常非常。怎么说那句就是 deserve 就是应该拿的这件事，应该拿的这件牌。大家好，哇、wow. ，我是刘少林，我是刘少昂，哇、wow, ，欢迎两位。多大年纪了？你今年？我今年21，我19。我咋从你的语音当中听出东北味了呢？我今年21，因为你爸爸是。我爸爸是天津人，但是我们要是问我们的话，我们是长春人，东北那嘎的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来之前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我没确定你能不能听懂我们说话，因为能不能听懂东北话，所以我们要有点紧张。紧张啥玩意儿？在中国东北话就除了普通话最好懂了。哎呦妈！不能，我不能看他俩脸，我老觉得在做梦似的。就一个那么帅气的匈牙利的小伙子跟我说，那个赖之前吧，没想好。弟弟呢？为什么说你们是长春人？2006年的时候，我们去长春去训练去。去训练去了。对，我们一直跟那个张静老师一起训练的。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在长春。不是，就去一年了。去了一年就说成这样了。然后我们跟张静老师一起训练了，他也现在在跟我们一起在这坐着。你们的教练？对。哦，是旁边这位吗？哦，您好，您好，欢迎您，欢迎您，欢迎您。如果让你俩从头回头选择一次，比如爸妈再把你俩送到长春之前，让你俩再选择一次，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？当然不会。还是说不去了？我肯定去想当模特去啊。你肯定啥？肯定去想当模特。去想当模特？对呀、啊。你看老师都已经是，老师两腿一软坐下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不长得帅吗？就我觉得就这种自信很棒。那哥哥呢？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，我呀，你其实不比弟弟差。一起当模特啊，那意思。